近日，有网友爆出德云社演员靳赫兰婚内出轨女粉丝，并晒出其睡觉床照的同时，还爆料与几名女子多线并行，海王行为引发网友热议。靳赫兰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她虽然才30岁，但她早已结婚生子，女儿都已经上幼儿园了。女网友表示，自己刚开始还算不上靳赫兰的粉丝，只是觉得她的相声说得比较好。后来从南京跟到长春去听相声，没想到她主动加了自己。她知道靳赫兰已结婚生子，还经常与妻子在网上秀恩爱，因此对她没有其他想法。一开始以为只是简单的交友。该女网友称，靳赫兰主动私信喊自己去了长春，两个人一直用微博联系，没加微信。本来以为对方只是交朋友，偶尔会打打电话，但后来两个人聊着聊着有了感情。而女粉丝明知道靳赫兰结婚了的情况下，还去与他见面，两人在酒店发生了关系。本来女网友只是吐槽，并不打算透露消息，但是最近女网友发现靳赫兰并非只和自己一人有关系，所以才曝光他。